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。近日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已经证实，魁北克省和新斯科舍省爆发的甲肝疫情，有可能来源于下面这些 Costco 热销的冷冻芒果。一是 Nature's Touch 冷冻芒果，货号八七三六六八零零幺八零七，7, 最佳食用日期到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九日。 二、啊、是 Compliments 冷冻芒果，货号零五五七四二五零四三零九，最佳食用日期到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。三是 Irresistible 冷冻芒果，货号零五九七四九八七六零零一，最佳食用日期到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。 四是 President's Choice 冷冻芒果，货号零六零三八三九九三八七零，70, 最佳食用日期到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和十日。吃了以后有可能发生发烧、食欲不振、疲劳、恶心、黄疸等症状。出现以上任何症状都要立即看医生。在过去十四天内食用了这些召回冷冻芒果的。 通过当地公共卫生部门接种甲肝疫苗，买了这些冷冻芒果的千万别吃了，马上退回超市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介绍的商品都有哪些基本功能。戴森 V 八无线吸尘器，原价四百九十九块九毛九，减一百块，现价三百九十九块九毛九。 这是 V 八顶配版，采用双层放射式气旋专利，利用离心力直接将灰尘污垢从空气和物体表面分离。主吸头不仅有升级版电动碳纤维毛刷吸头，还增加了软绒碳纤维滚筒吸头，可深入地毯绒,绒毛吸收顽固污垢，还可吸收硬质地板上的较大碎屑及微尘。 附送的电动床褥吸头、缝隙软毛两用吸头等，吸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小至零点三微米的微尘及过敏源。全新集成筒清空设计，一键清空集成筒内的尘垢，充电一次可工作四十分钟。十四件几何套装，售价十三块九毛九。这款经典套件是学校必备品。 完美包装在铅笔盒中，小手可以快速轻松的取用，包括孩子上几何课所需的一切：绿钉、橡胶拉链铅笔盒、铅笔、卷笔刀、不含乳胶的大号橡皮擦、直尺、量角器、三角板、指南针等，也适合喜欢在业余时间完成几何设计项目的成年人。斯塔夫洁面皂，原价十六块九毛九，减四块。 现价十二块九毛九。我们对斯塔夫牌子的洗面奶都不陌生，温和无刺激是它的特点。这款洁面皂同样沿袭了这一特点，提供温和而全面的清洁，却不会引起与碱性肥皂和清洁剂相关的刺激症状。非碱性、非皂性，不含香料、防腐剂、羊毛脂等可能引起刺激的物质。 特别适合日常的彩妆卸出，日常肌肤护理，不会堵塞毛孔，洗后完全没有紧绷和干燥的感觉。加水揉搓出泡沫，沿面部按摩打圈后，再用水冲洗干净即可。也可做沐浴皂使用。这一组六块装，雅诗兰黛小棕瓶，售价八十九块九毛九，就是特润修护肌透精华露。 大牌中的王牌，这可是大瓶装，有五十毫升呢。主打专利核心修护科技，从肌肤根源修复，清空肌肤长久以来积累的损伤，激发自我修复的能力。保湿方面添加了透明质酸钠、醋酸盐、维他命等成分，深度滋润，提亮肌肤色泽。这是在 Richmond 店看到的有机酸菜。 原价十块四毛九，减两块五，现价七块九毛九。这是德式酸菜。东北酸菜是把整个白菜放入缸中腌制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切。德式酸菜用的是圆白菜，先切成细丝放入缸里，采至柔软出水后，加盐和白葡萄酒腌制。富含乳酸、维他命 A、B、C、矿物质和纤维。 和肉类套餐搭配时，降低菜肴的油腻感，每一口都能保持鲜嫩的美味，对肠胃消化系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，也是喜欢酸菜的人更看重的。一定要保持冷藏。水过滤器原价二十九块九毛九，减八块，现价二十一块九毛九。这是获得美国、德国认证的水过滤器。 使用 Brita 滤芯可有效去除水中异味，如氯气、三氯甲烷以及农药等污染。无钠离子交换树脂可将硬水软化，对石灰质如钙、镁离子以及铅、铜等重金属有效排出。过滤器容量为十杯，每个滤芯使用寿命两个月，或者净化四十加仑（一百五十一升）的水。 相当于三百瓶五百毫升纯净水，节约成本并且更环保。包装内含一个滤水器，两个滤芯。彪马无缝比基尼，原价十六块九毛九，减四块，现价十二块九毛九。是比基尼，也是内裤，无缝弹力面料，彪马标志腰带，简约中增添时尚活力，全包臀设计。 提拉无痕不夹臀，棉质底裆舒适服帖，带来夏日清透感。每包有蓝色、粉红色、黑色、白色四个颜色。白色成分是百分之六十一尼龙、百分之二十七涤纶、百分之十二氨纶；其他三个颜色是百分之七十四尼龙、百分之十五涤纶、百分之十一氨纶。 有多种号码可供选择。狗狗关节补充剂原价四十四块九毛九，9, 减十块，现价三十四块九毛九。人要补充关节，狗狗也不例外。这是兽医推荐的排名第一关节保健品品牌。发现你家狗狗跳跃、爬楼梯没有原来生龙活虎时，是时候补充加强型关节剂了。配方中。 含有硫酸软骨素、氨基葡萄糖等，为狗狗提供维持健康的关节，适用于各种体型的狗狗。这一瓶有一百八十粒可口的咀嚼片。女士紧身打底裤，原价十六块九毛九，减四块，现价十二块九毛九。我们都知道，秋裤是纯棉的，基本没有弹性，而这样的紧身打底裤。 在百分之九十三的棉中掺入百分之七的氨纶，减轻了冬天穿着的臃肿感，极受现代人喜欢。这一组两条装，有两条黑色的，也有一黑一灰的，有不同号码可供选择。儿童退烧止痛药水，原价十四块九毛九，减三块，现价十一块九毛九。 这是美国 FDA 推荐的儿童退烧药，是公认的儿童首选抗炎药，具有抗炎、镇痛、解热作用，快速有效的缓解发烧、感冒引起的疼痛、喉咙痛等。临床证明，缓解时间长达八小时。这是专为二到十二岁儿童配置的，这一组有一大一小两瓶装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 希望大家能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